是修摩托车的啦，啊，本来就睡不好了啊，腰那种腰酸哦，后面背部这边呢，因为我要搬油嘛，一楼搬到二楼，啊，有时候都会腰酸，啊、那种酸哦是去给他们，咱手来听的时阵无，你安试个试会着。哎，种酸痛是你气拢气袂起来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你啊那种乱啊无好，啊，我 SPA 冲冲较好。对，嘿，下午困袂去哦。是。啊，入眠了无，我来刚刚才头壳是搁咧动安尼啊，好像还有在动。对对对。没有完全睡，然后反而白天的话是越睡越。再料他一天老尴尬，酸痛加不会，就几乎没什么感觉。我头先是当作想想，这哪有可能？我是讲哪有可能？因为我冲水就冲袂好啊，哪有可能好？啊，结果我搁，因为我有时我运动大，又流口好烧吼，我来搁冷掉，搁无好。啊，有大诶时阵无，无大诶时阵吼，伊搁咧疼，啊搁疼搁大搁好啊。啊，我所以我感觉这个物件是真正是有它的效果在啊。啊，不过我相信我若搁持之以恒，我的一些病症啊，比如讲会寒啦，因为我咧睏的时阵天天搁伫咧寒，算毋知是浅眠啊是安怎，我是无了解，爱听着搁伫咧寒的声，安尼，啊睏起来拢会头壳晕，啊睏起来了人较轻松啦，啊不然睏起来拢会变来变去哦，搁即摆睏起来是滴咧。啊，真的戴了，真的有改善了。啊，你手表戴来时，你会当挂号吗？啊，我都讲话啊。啊，会戴嘞，会戴当挂。会戴啊，会戴我是无试啊。你试看卖。哦。伊会戴吼，条件骨当越困眠的搁较好个。哎呀，我即摆是抄起来练习嘛。好，我希望其他贡献理论就是让大家更有信心，更知道为什么，更知道身体里面有那么一条管道，是可以帮我们疏通。